家好，我是金子。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玩 Terraria。很抱歉，昨天因为打雷的关系，所以不得不提早关台。那昨天我记得我们原本眼睛要出来了嘛，但是不知道到最后它到底会不会出来，所以看看吧，我们看看会不会出。然后先黑画面一下下，嘿，按错，黑画面。然后画面回来，画面回来了，谢谢大家。好，那看看吧，我们看看会不会出那个眼睛。那我们的 NPC 已经住了很多个了，那也没办法，我们出生点的原因关系，所以这里要开个洞，对，这里要开个洞，开个洞。然后护士的家我要另外盖，我记得之前我有提过。眼睛到底会不会出来啊？不知道，我们不管，我们自己去召唤一个新的，召唤一个新的。为什么我东西好像少了很多？我的保险箱呢？我的熔炉呢？发生什么事情了？等一下，是不是某个盒把它拿走，把它抢走了 ？What？ 傻眼！我还拿到什么东西？骨头手套，不知道干嘛用的。我等等你，阿和，你怎么把我东西抢走了？你怎么把我东西抢走了？傻眼！我东西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啊呵，他应该是改地板啊，改地板，然后没有，哎呦，他没有盖回来啦，那个八七，啊傻眼，先卖东西，混乱之脑。不要！基本上东西都可以卖一卖，反正没有用，可以乱卖。哦，你把我东西全部抢走了，傻眼，真的是傻眼。啊，对，这个徽章。徽章该放哪里呢？当然是放这里啦，对不对？嘿，好，不管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吧。我可没有第二个熔炉可以用。眼睛，然后召唤一下，不好意思，我忘记了。我还没召唤完，他就死掉了。我的施法咒也不见了。为什么他拿走都是我需要用的东西呢？傻眼，我是傻眼。我可没有多的施法咒啊，大哥。我没有多的施法咒啊。哎呀，不行，我们要去地牢一趟。我们一定要去地牢一趟，不然我们没有施法咒。然后而且要扛个两个回来。骷髅王我那时候是已经打完了，我不知道那时候台的有没有看到那一幕了。反正那时候我们的骷髅王是已经确实是已经打完了。录影的部分应该是有录到没有错。他就是出来然后被我的龙哒哒哒哒哒哒几下然后就死掉了，谢谢大家。然后反正我现在要重新去地牢，然后我们去地牢不开箱子，我们只是去找，不是这里，我们只是去找那个司法咒而已，只是为了去找司法咒。司法咒。傻眼，
瞎眼。嗨，你好，意外找到了一个 NPC。可是我们应该找坑，应该找坑过来的，因为坑的话，可能我们还需要用到，可能还需要，对，可能，没关系啊，不重要，就不管他了，不管他了，我们只要来找能到的东西就好，找我们要的东西。这里好多箱子哦，找到第一个，找到第一个。好，然后再去找第二个。现在我们连能够买那个施法做的 NPC 都没有，所以我们只能够来这种地方扛，跟他讨。好，施法做。昏迷男子，这里居然会有一个 NPC， 另外一个 NPC。那个，这个是打那个塔防中的那个 NPC 啊，也可以，不错。而且还有法行师之类的，要去地底找的。那弟弟要找的 NPC 还蛮多，其实都是蛮麻烦的，要就是运气遇到。欸，大哥，我只是来找施法做的，给我快点给我好不好？欸，猩红宝箱，哎呀，那个针刺感觉好像不太痛啊，哎，结果不好好像在上面，你看好像也不痛哦。好像也不是很痛哦，真棒。施法桌刚被虫打到了，这里没有。怎么会有那个织网的头发型师？找到了，应该是在这里。哦，嗨，你好，找到你了。啊，那大家有看到这个东西吗？这个是蜘蛛洞窟里面几率性会找到的箱子。那在这个箱子里面会有一个蜘蛛用的钩爪，对，其实那个还算前期来说其实还蛮好用的，对。不过没关系，我们已经找完我们的 NPC 了，我们可以回去了，然后再放一个施法的东西。再来呢，拿出我们的毁灭世界神器。为什么我要拿出来？不是拿出来，这样子用一下。哦，是我的滑鼠突然跑掉。好，我们找一个位置。好，就决定是这里了。哇哈哈哈哈！我们直接通往地狱吧，挖一个大坑通往地狱。哇哈哈哈！这就是已经做好万全准备的人跑到专家的时候的情况啊，超级轻松的。刚才看到一个超大的房子，大过不重要，我们前期就只需要，哎，铁是铁矿，可以。我们前期就只是需要打四个 boss 就够了。呜，有水，有点尴尬，有水又有点尴尬了。啊，不是有水啊，有岩浆啊，有岩浆就有一点点尴尬了。啊，好意思。耶，通往地狱。
耶、yeah, 我们到地狱了。哦，我的。好，没关系。虽然降落的时候有一点点尴尬，我没问题。然后我忘记把那个召唤的东西先拿出来了。啊，很好，我们先回家一趟。啊，他这不是你瑞了，哇塞，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整个都语无伦次的，我都语无伦次的，傻眼。傻眼，我要卖东西，傻眼。有什么可以卖的呢？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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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锁起来。方块都不要，锡矿不要，棋子不要，钥匙不要，这个也不要。铁矿要，这个不要，不要，不要。挖矿药水不要，泥块不要。全一块不要，还有这个也不要，好，没问题，可以了，没问题了，让我走。一眼，我们再次前往地狱吧。啊，对，我已经拿在身上了。刚刚想说，哎，对，我好像是不是又忘记拿了？我快看一下，不然等一下又不小心忘记拿的话，就好笑了，就真的尴尬了，就尴尬了。哦，果然没有完全通顺，因为刚刚有岩浆往下掉，所以不太可能会通了。而且这边我也是放得歪歪的，开这个丢出去。好的，肉豺狼来了，我们只要等龙打死就好。耶、yeah, 我们打完了。那这个宝藏袋呢，它会拿到这个恶魔之心，它可以永久增加配饰栏的数量。这个是专家模式才拥有的。如果我们到普通模式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格子就会变灰色。这就是为什么那时候有个八七说你先把那个第六格的配饰装上去啊，没有这回事，因为我还没有达到肉墙。达到肉墙之后才会有这种东西出现。那这个呢，我就先随便塞一个东西上去。啊，那我们拿到战士徽章没有用，没有用到，那就要等晚上耶，要等晚上耶，尴尬，要等晚上。其实我们到现在都，其实进来这个世界到现在，没有根本没有经历多久。我们蛮赶场的，对的，赶场儿。哎，这边有一个徽章，纪念徽章，放上去。既然要等晚上的话，我们来盖个东西好了。我的木头是不是被我不小心卖掉了？我觉得是。不好，这个有一点点尴尬。我这里好像已经没有一般的树了，哎，有啦，在这边。好了，我们去那边挖一个树好了，反正要等时间嘛，等要等晚上。现在是没办法打任何东西的，我们现在已经到困难模式了。哦，对，讲到困难模式，我们去什么东西啊？都是。快走快走快！对，这个就是蚁坑，我们到困难模式才下蚁坑，这可以。可是好像没有猩红祭坛，好像没有猩红祭坛，算了，没有猩红祭坛就算了。耶、yeah, ，我们去找树。我希望那边的树没有被神圣感染了，我觉得应该有几率它已经被感染了。陨石居然在丛林，
哇，这陨石有够难挖的，居然在丛林。哎，没事，那我们就开挖术。这么小颗的树，傻眼。好的，看一下树，416，我们再挖一点点好了。虽然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了，但是我捡不到这个，我捡到了。好，这么多的树没有问题，没有这么多的木材没有问题，一定盖得完。好的，我们盖过来好了，因为那边的空间好像不太够。先盖多一个好了，先盖多一个，先盖多一个，然后那个门也不太够，门做10个，然后桌椅做5个，然后这只是被暂时用这啦，因为不知道又会够不够，或者是太多之类的。我们先把门盖上去，我觉得门不够，糟糕，刚看了一下门不够，看不到。好，我们这里的房子很多，没有问题。咦，可以了，可以。再来是用墙壁补上去，用手机，耶！哦，尴尬。啊，我的 CTR 有还开着吗？应该没有了。挖多了，挖多了。湖中生已到达。哦，原来我刚刚的那个空间有这么不足，因为没有盖门啊，所以他们没办法住进来。泥土，啊，这也是砍掉。补上去。开盖，耶、yeah ！反正就是没有事情做，我们就把我们的房子盖一盖。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工。然后这次我其实蛮想要尝试看看一件事情，我不确定我现在的程度能不能够，就是会不会出事啊？我不太确定会不会出事，我觉得有可能会。
我觉得我需要回去找一下坑。我们回去找一下坑。哎，坑，我要刷刷附魔，要不要那个叫什么？啊，对，附魔。哎，坑不在，坑不在，那时候死光光了。哇，这个尴尬，这个尴尬，没关系啦，我们把那个板，这个东西带走，我们放在那边。门要放过去哪里？啊！哇，那只能够去我自己原本的那个世界的坑了。去找我原本的世界的坑，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原本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就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 warehouse， 还特别打一个星星。它长这样子，其实它是一个博物馆，我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藏在这里。不过这个呢，我其实原本不打算让大家看的。可以看到，对，满满都是我的收藏，满满都是。因为我有一个小小的收藏癖，所以连房子都是每一种都不同都有一个，对。开坑，坑我要刷父母。幸运。道理，幸运，迅捷，迅捷，护佑，又是幸运，不要护佑哈，我要的是什么？那个叫什么？险恶，迅捷，护佑。迅捷，傻眼！我已经刷多少了？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好东西？又是幸运，又是护佑，暴力，暴力，迅捷！你这个是刷不到是不是？我就刷了六金了，七博了呢。幸运，不管，我先刷别的。这太夸张了。九金六十银的是最高的。啊，险恶刷到了。这个就刷到了。这个就刷不到。马上就刷到了，谢谢大家。好，那要刷的都刷好了，我们可以回去了。应该没有人要进来，我就直接开单人好了。再喝个水。哎，不对，等下慢慢进去。好，我们继续看。墙壁好像不太够，换一点墙壁。墙壁。墙壁儿，然后木头放这里。诶，盖这个。椅子，火把没放，向导已到达，
我们的向导回来了，谁跟你忙？你走开。再来是这个，好。桌子、椅子，然后是啊，放来了。最后一个。就没想到椅子是不门是刚刚好的，我还以为会，我还以为太少。再来是火把，然后晚上了，我们盖完这个，把徽章补上去，就先不盖了。我们要开打，开始我们的伟大作业。徽章，感觉好像会被打了，糟糕！好，再继续盖最后一个，你看有没有很棒？那每个房间都会有一个，在封沙灰。然后把墙壁补上，补一补好了。看到那坑坑巴巴就觉得很不舒服，坑坑巴巴会不舒服。坑坑巴巴会不舒服。待会我要做一件很疯狂的事情，但是我不太确定会不会出事，所以我决定要嗑药水，待会要嗑药水打，安全起见。嗑药水，我们先召唤，先做好准备，先做好准备。好，全部东西都在，没问题。我们要做的疯狂事情是什么？一次过召唤。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以前有打过，但是我不太确定我才打不打得过，所以我还蛮怕的。还有药水，啊，嗑完了。哎，好，召唤了，召唤，等一下，等一下，我的杖，哦，我死了。毁灭姐也被打败，双子母也被打败，可以，龙龙真优秀，我们都打赢了，丛林变得焦躁不安。好的，我们打到三个袋子，开，给这个，好，耶、yeah ，那我们这个三个地方可以做出来的东西是这个，这是矿车，它可以攻击，它是可以攻击的矿车，还蛮特别的。来，这个是新拿到的。耶、yeah, ，那我们可以去丛林找花王了。走了，去丛林了，丛林在右边，对，右边。右边。嗯，这是什么？强风哦，居然是沙尘暴，晚上的沙尘暴也太可怕了吧！警告你不要出来哦。
打月族的时候，我就不太敢用召唤状了，因为我真的很怕会出事。没关系，我们就先，目前我们就先用召唤师的方，召唤师的装备打看看。召唤师。哦，哎，怎么会有海盗地图？我走过头了，难怪会有海盗地图。我想说怎么会突然间有海盗地图？没关系，待会我们打一下困难专家模式的海盗好了，顺便打一下，可以，没问题。啊，重新在这里啦，重新在这里。好，我们来开枣花包。对，回来，哎，居然拿到这个，我看到了，等一下，我先把这个送回去。这东西，下雨了，对，它会攻击，但是其实还蛮不痛的，它蛮不痛的，所以没什么用。毁灭世界，啊！你干嘛？好痛！我被。乌龟摸个两下我就快喷了。你才卖萌，你全家都卖萌。阿和，你把我东西都拿走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我的东西，你怎么打掉地板之后没有放回去啊？我今天看到的时候我傻眼了耶，我怎么这么多东西不见掉了？为什么我这么多东西消失了？有啊，我的那个护卫熔炉之类的，通通都不见掉了。护卫熔炉啊，保险箱啊，通通都不见掉了。你知道家里的那个还是我身上的拿出来的吗？因为当时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几乎放下去了。什么？不可能啊！断线的话，那个电脑还开着啊。我是网路接不回来，不是电脑出事呢。所以不可能是没有存到。哦，哎，走到地狱了，去。你确定你真的所有东西都已经放进去了吗？你真的确定吗？这一条路没有看到花苞。你要不要确定一下看你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因为家里的东西真的消失了，不是我要讲，真的消失了。下去了，真的假的？因为我刚刚看的时候，已经几乎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呢，就剩一点点东西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子？左边。没有啊！妈呀，我的护卫熔炉没不起啊！我的护卫熔炉不起啊！太傻眼了！没有啊，没开服啊！刚刚我有居然先找到神殿。好了，我去开服。开伺服器，然后关个画面，然后开完了。这个保险箱是我放的，这个施法桌也是我放的。
我的笼，我的保，我那个保存箱原本是放在，在那个做食品的那个箱子上，那个桌子上吗？看到熔炉了，做熔炉。整理一个包包太满了，神圣定留下来好了。我先整理一下，这样这样。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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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是这个不要，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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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这个铁矿要。这个方块不要，把黑曜石炉做好了。波斯，有波斯，有波斯，不要放那么远啊！护卫熔炉放这，可恶，不能放这里。一，重新放好了。那个放这里，然后放这里。熔炉，水晶球，你在干嘛？还有什么没放？炼药桌，烹饪锅，哎，我按到了，我按到了，谢谢大家。堆叠，然后这个放进来。为什么我的护卫熔炉里面放了这么多东西啊？存放全部，排列物品。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是要丢掉的，这个不要。有些不要的东西不要塞在我的箱子里面，碍位置。这个也不要，这个也不要啊。哎，大哥，我卖个东西。阿和，你知道我已经跑到，我不确定我还有缺什么哎，因为我那时候搬的东西最主要的东西就是最主要有用到的东西都已经发现了，但是有些比较不知道。我已经打要去打花苞了，啊哈哈哈哈！耶，我们回去找花苞。好。对，我的大家在哪？这里是丛林。毁灭世界，冲啊！粉红石哎，没关系啊，最主要是护卫熔炉啦，因为那个比较难拿到啊，那个还要再打那个守塔，我不想再打了。那个最主要要回来就好，有回来就好。廉价是什么东西？如果你问的是台湾的东西的话，那没有，因为我不是台湾人，对，我不是台湾人，所以我肯定没有。嗨，你好，我看到你了。
再用转职。专啊，就还要再等时间啊！我不想等了哈。不想再等时间了哈，都已经到地狱了。有哈，在最后的时候不跑会死的好吗？我看到那个魔法师在自杀，那巫师在自杀。在第七波的时候不打的话会死的好吗？先确定，好过板哦。呜，就跳耶！啊，一攻三回，哎，六六。哦，我的，什么东西在打我？差点死。哎，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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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在打我？这蜂蜜好黏哦。蜂蜜好黏哦。好，你走。被蜂蜜黏住，傻眼。又找到那个神庙了。呜呼。所以说花苞呢 ？Where is 花苞？我已经找了很久了呢。下面应该不太可能会有。在上面。难道我要鱼骨战法了吗？好，在这里。陨石。嗯，我怎么突然间挂？哦哦，这世界上最硬的是什么东西呢？里面放着东西的箱子。这是那个是世界上最硬的东西。那么奇怪，怎么可能挖不出来？这可是毁灭世界神器呢。怎么可能会挖不出来？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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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哦，这样子怎么过来？不管，挖进去。挖进去不管。耶。挖进去的，又是岩浆。我们好像只是在一条直路可以挖的，只剩一条直路。我是不是错过了？也太难找了吧。没有啊，我没有看到粉红色的一个东西啊，就是罐子。嗯，没有看到，不管，去挖第二个纸坑，应该说是最后一个。下去，
爸爸，我不要躲了，快点出来哦。爸爸，我在哪里？我居然又挖到神殿了。不管，直接给他挖下去。爸爸在哪里？觉得难倒我了。呜，没事。原来这边要再挖过一条。花，黏住。怎么又有蜂蜜啊？包满满的包包。嗯，这里吧。刚好是两条路的正中间。然后我看这边旁边好像这边也有虫鸣，所以那边可能也要再挖一条纸坑。然后我跟打开我的地图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正在往这里走飞过来。在哪里？绝对难得倒我。有时候好像想要特地去找花苞的时候，运气就会特别差，找不到，这也找不到。我又挖穿了神殿。那这里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空间，就是直接挖下去。有啦，它下面有一个大房间，对，这里。这个要剪一下，有剪到了。这里也过了，哇！要去找地，再挖一条纸坑了。然后我在这里都听得到阿和丢。阿和打那个毛毛剑，傻眼。看一下，还要再过去一个。从这里吧，这里应该这里是最后的丛林了吧？也没有哎，旁边还有一点绿绿的。没关系啊，就到这里就好。那这边已经混在一起了，只是说真的啦，我觉得不太有，花苞不太可能会在这里。花苞在哪里？我都挖了三条直坑了，你居然还找不到你啥耶？蜂王已苏醒。傻眼，居然还跑去打花蜂王。有岩浆，傻眼。不行，我们现在要。不行，我们要用这个飞船宇宙那个幽浮碰到水会变成原状。然后看一下我的翅膀，换成翅膀，这样才不会才安全啊，就是不会碰到水突然间我就摔死了之类的。那这样摔下去就好。
花苞呢？花苞是会发亮的，所以奇怪了。哎，我觉得我需要这个。哎呦，这有。哦，这里边。我需要这个防击退。像这样。花苞呢？ Where is the 花苞？这个花会发粉红的光，应该不会这么难找才对啊。哦，突然好卡，等一下，啊，没事没事。花苞 ，Where is the 花苞？这里没有。哎，大哥，再上去。在第一次打花苞的时候，它的花苞的数量会非常的少。上一次会找到这么多个，纯属意外。那实际上，刚打完那个机械 boss 的时候啊，其实。那个花苞数量真的很少，除非我们打多几个，打多几个那个花苞就会多。我们刚刚只有各打一只，所以那个花苞只有一个，应该只有一个而已，应该就只有一个，所以就变得更比较难找。喝个水。那放心，那放心，这里也没有。如果我每一条路下去都确定还是没有的话，我可能就要找的更密一点的，就是挖的更那个纸坑，我就要挖的更多。拜托花苞，不要再找蜂王啦，帮我找花苞啊！蜂王跑来找我了啦，北七啊！多吃哦，蜂王找我了啦！波斯，蜂王跑来找我了，我的钱掉光光了。刚找的是这一条。我找的是这一条，所以剩下这两条。先找这一条。我听到猫叫了。说真的没有看到，该死，丛林的怪现在打超级痛，不愧是专家。为什么药水？哦，实心药水。
剩两颗血，两滴快射。好吧，我们找更密一点好了，再请出我们的毁灭世界神器。毁灭世界神器。那眼睛死前还要摸我一下，傻眼。对哦，这样子会没有氧气。他应该不太会突然冒出来。怎么办呢？找不到哎。你知道多找几多打几只机械王吗？很麻烦哎，我没有魂了。我已经没魂了。你杜莎还想石化我，想了没？帝都，这应该没有了。我被什么东西烫到了？这应该没有，我去看下一个。也是专家的花苞是不是比较难找？可恶！然后再挖一条，然后挖的在这里，在这里，那中间大概是在这里，中间隔大概是在这里。我找到你了。找到你了，我要先回血。我要回血。干嘛？哎呀，我被毒到了，我的血有点点惨。真的难掉，等他回血，我们待会儿再见。我们待会儿再开打，等我的血量回满，因为我待会儿不想换那个战士装，我想直接打。而且这里空间也够宽敞，所以应该没有问题。其实不用挖欸，我们现在都是业主装的话，通常是不用再挖的，你知道吗？通常是不用再挖的。啊，500，为什么你的血量这么惨？花王从这里来。啊，我招错了。哦哦哦！哎，阿赫，不要这么去这么低调的地方啊，他会消失啊。虽然你也死掉了，傻眼。啊！回来！啊！我包包满了，白痴。啊！吸到了。不吃哦，没有人打荒的时候跑往地表跑了啦。好，我们拿到了这个。
好满哦，包包好满哦，包包放不下的。不行，我要一定要先去神庙，一定要先去神庙，神殿在这一条路。箱子在，哦，碰到陷阱，要喝电池。电池拿出来，我只要电池，日食什么的我不要。这个专家模式的日食太可怕了。箱子，我的，烂透了。那太机车了，那个位置的陷阱。为什么有人死掉了？对的。不然继续找，我想要找个五个左右的那个电池，不知道有没有欸，因为我们这里是小地图，所以不一定会有这么多。哎，够了，不管了，回家，没问题。哎，大哥，我给你卖个东西。大哥，不好意思，等我一下，我先把这个东西放出来，我怕我会不好意思卖掉。妙钥匙不要，包子囊不要，新衣装不要，红木，我回来，这个要，不要，哎，不对，这个好像可以。变成挖掉，好像可以变成蜂蜜。鞋垫不要。啊呵，就这样。嗯，剩下的这个锁定的。护卫熔炉堆叠，不是抢躲，存放全部，好，没问题。再来要开打了，宝宝。哎，再一只啊！我好血，那时候有人死的要死了，没有人直接贴在他身上打的。来，还有两颗电池，五个血。哦，没问题。最后一个，啊，被打了。啊，也是。
有太阳石哦，这个我们留着，然后稍微分类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好一点。近战速度、移动速度、伤害四吧，就是伤害。重点不是，我不是要伤害的啊，我要防御的啊，我要的是防御的啊。没关系啊，我们先留伤害的那个，这个留着，然后其他的卖掉，其他东西卖掉。你干嘛、啊？你干嘛丢给我？这什么？没有的，哇塞！你还开到这个哦，制作者的那个东西，傻眼！给我干嘛啦？我丢 NPC。啊，对 NPC， 我不要。啊，想想哦，打完神像，打完巨像，然后打完巨像了，我们就要准备去地牢喽。你怎么又有他这个了啊？不要，我们可以去地牢了，要打月族喽，要打月族喽。可是打那个仆人的话，用召唤师 OK 吗？不太确定哎。嗯，试试看好了，不行的话我们就等他重生就好了，没关系。啊，对，先存钱，看看这个三铂金，超可怕的。然后那个钥匙又存进去了。拿出来！神圣竟然在这里，神圣又把血脉吃掉了，奇怪，为什么这两次的地图都是这样？都喜欢吃已经被感染的位置。耶，我们去这家伙。我们用这个好了。哦。好，没问题，结束了。哦，走开。柱子在这里。哦，我的血量，我的血量，真心讨厌打柱子，真心讨厌打柱子，柱子，啊，复活了。我们存个东西继续打。把一个太阳石收起来，这个我们拿在身上。然后看一下哦，药水存起来，其他的通通不要，通通不要。没问题，然后再存一次钱，堆叠，然后换装备，然后这个按下，好，开打，一二，哎，啊，不对，我在用这个饰品，是不好意思，换一下。啊，看到这边，哦，很痛，哒，咦，走开，然后在打完最后一个柱子之前，我们要先把护士的位置换一下，
想要这样子，我应该先盖对不对？不然它不会马上转过去。一，爱惜啊，爱惜啊。要死了，又拼一点，又拼一点，大哥又拼一点，大哥又拼一点，混乱，大哥又拼一点，大哥不没有拼，大哥没有拼，大哥表示我就是没拼，可恶，大哥就是对的。好吧，我们先把护士的家盖一下。不盖的话，我们待会没办法打预备组。我们椅子，啊，对哦，补血的东西我没带过来，糟糕。萤火。蜂蜜我记得好像可以做，蜂巢好像可以，有几率。阿和那张被拔掉了。阿和已离开，开出来，哎呀，平台，反正是随便盖的，不管的。记得蜂巢好像有几率。不行，盖不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去重新一趟。拿出我的筒子，日曜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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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好意思，我召唤一下，你们太可怕了。不行，我要去丛林的话，我一定要先打死。快上去！找到柱子，拜拜！哦，跳啊跳啊！哇！你妈的！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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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惜！啊！死掉了！别打架！这东西太可怕了，专家模式的那个月那个四柱子太可怕了，专家模式的柱子太可怕了，没有人过来的，他们这边。
二，好。哦。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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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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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大哥很痛，大哥很痛，大哥很痛，大哥很痛。大哥很痛，大哥很痛。大哥很痛，大哥很痛，大哥很痛，大哥很痛。大哥很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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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哥很痛。大哥很痛，可恶，我又舍掉了，我又舍了，傻眼，这东西实在是太可怕了。护士姐姐，你来这里住。虽然是非常简陋的房子，我希望你会喜欢。即使你不喜欢，你也得住。然后要去拿沙子。沙子？这附近哪里有沙子啊？哪里？还是得打入药柱，所以不管怎样，我如果要拿什么东西，我一定得先打死，要打掉除掉那个入药柱才可以。护士姐姐，护士姐姐，护士姐姐，待会我打不打得赢那个业主就靠你了。拜托你不要，你千万不要死，你死了我就打不赢了。护士姐姐救我！我的妈呀！那东西真的是神痛！专家模式的日要做真的是堆尸。对视的一个地方。再招两个。而且更何况我的装备还大部分都是攻击的，这样被打更痛。先停着不动。换过来，六。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要回血。不要回血，走开。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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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开始高速回血了。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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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走开走开。机会。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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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妈妈咪呀！哦，雷路呀！不要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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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血，回血，回血！不，你给我走开！不，你走开！哟，爆掉了，爆掉了，爆掉了！
爆掉了，我也不方便打。水晶，水晶你去打。No. 回血，回血，回血。回血，回血，回血。血量有点低。血量有点低，你的头脑变得麻木。我现在也觉得很麻木，我现在也觉得很麻木，快住手！过来，该死，我被剪尾刀了，我被剪尾了，我被剪尾了，烂虫！这个时候给我沙尘暴烂透了，这个时候给我沙尘暴烂透了。我们先停止不动回血。好，黑板了。所以我们要去找沙子。啊，对，这个要先吸走。一般的沙子。有，找到了。挖一点回去就好。应该够了啦，沙子，然后再来是要去丛林底下。丛林底下有蜂蜜的地方是第三条路，这一条底下有蜂蜜，没错，就是这里。捞，全部捞走。好，熔炉做成玻璃，再做玻璃瓶，爱心，啊，我是这样做吗？哎，大哥，爱心瓶怎么做？制作生命水晶，原来不需要，他不需要，他不需要，他要的是链条，他不用玻璃瓶。我的，明明记得是要用玻璃瓶啊，奇怪了，我明明记得是要玻璃瓶。来看一下铁。这是什么？落沙，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拿铁出来，然后烧成铁锭。哦，原来一个就够了，没关系啊。再放进去，做六个就好。来，爱心。红心灯笼做出来了，然后这个沙暴瓶我想看一下这是干嘛用的。沙暴瓶是干嘛用的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傻眼。蜂蜜，三，流出来了，傻眼。傻眼，我放歪了。好的，满了。然后红心灯，啊，没问题，啊，没问题了。我的蜂蜜消失不见了，不管，我们去打四神柱，我们还有三个柱子要打。傻眼，第一个就死得那么惨。
虽然第一个也是最难打的，没关系，继续努力。我们还剩半小时，我希望我可以把月主打死。克木林君的，傻眼。柱子在哪里？找到了柱子儿。哎、欸，我被致盲了，我被致盲了。大哥，大哥，不要，大哥不要，大哥很痛，大哥不要，大哥不要。啊啊啊！死掉了。我又死掉了，我又死掉了，没关系，我们再继续努力。没关系，继续努力。来呀、啊，四神柱，我才不怕你呢！我就用堆尸战法跟你打。老死了！天哪！天哪！哦。哦，不行，我觉得我待会儿真的得做一件事情。一，我要回去原本的世界，然后刷把附魔全部刷成防御的，加防御的。然后第二，我需要去开一个腐败的专家。去开一个腐败的专家，我看一下腐败的专家。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有个世界，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打完。看一下哦，专家，不对，这个也是血脉的，不行，不行，我们要去重开，不是血，不是不是不是，我在干嘛？一二三，稍微等一下吧，我们去腐败的世界，然后打个 boss， 因为我们需要腐败的 boss 的道具，他那个是减伤的，其实对我来说还蛮有用的。打完他之后，我们就去我原本的世界附个魔。傻眼。还是要提高一下防御力啊！太扯了。啊，一二三，出来了。来，我要去找腐败的，先换个装备。这样就好了，那个视频不用换，这样就够打了。视频不需要换啊。我这样就够打了，没问题。毁灭世界神器，
来，珠子在哪里？找到了。这边还有一个，我打。再找一个。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打完了，一瞬间就被打败啦。那个袋子呢？好，找到了。我们可以回去，我们可以去刷回父母了。在这里。然后还有个袋子，蠕虫围巾。哎，我要刷父母。二金四十银是最高最顶的，护佑马上就刷到了，没问题。然后是闪亮石十二金，啊，护佑又刷到了，谢谢大家。再来看一下哦，这个好了，这个刷掉吗？这是护佑，护佑，这个好了。24万的暴力迅捷险恶，我的又回险恶了，迅捷啊，只有险恶，又险恶，我刚刚按到死的，我按掉了，我按掉了，我按掉了，不要再险恶了，我按掉了，傻眼，我按掉了，暴力，我没钱了，大哥，险恶，幸运，刚刚有护佑，我按掉了，傻眼，我没钱了，我真的没钱了，幸运，幸运，还好我刚刚按掉的是幸运，如果又是护佑的话，我哭了。没钱了，没钱了，变暴力了，变暴力了，傻眼，我们没办法再洗了，傻眼，真的傻眼，没关系啊，我们就这样吧，这个换下来，退出，可以，我们回去打月族，我刚刚选这个吗？嗨，李子，我们要准备打专家地的月族咯，干什么？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现在不是近战中。哎呦，让我换一下装备啦！干什么？回血，防御值加到102。干嘛啦，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我的妈呀，变穷光蛋了，还打不到我要，还吸不到我要的东西，你人在彰化，好哦，上啊，剩三个柱子要打，我已经把日要素打完了，没问题的 ，I can do it，I can do it， 这四天的辛苦，你加油，我精神上支持你。我觉得四点防御值好像没办法增，没办法有多大的变化。虽然那个减伤好像让我真的有变很大的变化，减伤那个果然太猛了。这个减伤，减少17%的伤害，这实在太棒了。
太难过了。如果我刚刚没有点掉的话，我的钱就可以，就还很多。我还有一铂金，我还有铂金，现在我连铂金都没有了。啊，大哥，大哥，我的血量，啊，大哥，啊，大哥，我上九十多地铁了，住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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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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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do it.I can do it, but I only have 10, 40, 40, 50 HP. My hit point is only 60. Ah, 40了40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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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大哥有平一点，我剩四十滴。哎、欸，不对，大哥有平一点，我剩七十滴。不过姐，啊哈哈，我又有两百多滴的。啊，我现在又变140多滴了。No. 我瞬间又剩140多滴了。不要 No. 剩130。够了，100多滴。你那个盾到底要爆还是不要爆？快点爆好吗？啊！100滴！哦，40滴！剩40滴！不，冷却时间你快过啊！冷却时间！啊！来不及！然后那个盾还刚爆，傻眼。来不及，可恶，我死了，补个血 ，OK， 哇，怎么会有无毒娃娃？没关系啊，给我个钱啊，也可以，给我个钱，我没钱，我好穷。我好强！柱子，我要回来找你报仇。待会我看那个闪，其实这个要有攻击手才能够用，我放着好了。没有攻击手不能用啊，因为那个是完全不能动，你不只是不能动，你连攻击都不能，所以其实那个算是你在玩那个南瓜叶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找一个人带着，然后他负责弹，我们就在那边耍，我们就在那边负责打，慢走。我们就在负责打，我的 NPC 死了，傻眼。召唤，先召唤，大哥，右屁，哎，这个好打多了，不像一个法师痛的要命，一个会一直用正体来撞你的那个玉兔妖柱，然后还只能够待在地面上，不是地底，只能待在地面上的，也够烦。啊，这个
不要好，不好意思，好打多了，好打多了。让我走，不要，莫拼，莫拼，我听不明白。啊，剩100多滴，不要这样。我怎么剩100多滴血了？我怎么剩100多滴血了？我怎么剩100多滴了？然后待会要先回去，要把那个哥布林打死。不然待会儿一边要同时打那个月主，又要打那个，哦，算了，我先回去，我这个时候来呀，干什么？好了，结束了。啊！回来哪里了？四神柱我回来了，应该说只剩下二神柱了。先召唤这个。大哥，我在换武器。啊，大哥，我在换武器呀、啊！我在换武器，你怎么这样呢？我在换武器，大哥，我回来了。这么靠近家里，马上就回来找你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快死了！为什么这么痛啊？我到底是被什么打到？我为什么又剩120多滴血了？等一下，啊，我死掉了，傻眼。水晶没了，傻眼，我又死了，水晶还在。哎，大姐，我不够血。我又回来复仇了，我回来复仇了，给我滚出来！啊，不开！咚咚咚咚咚咚咚，不开。拜拜，水晶召唤。按错，报道，快点报，拜托你快报。啊，报道，打爆掉的，我们只剩一个柱子，然后我的包包满了，傻眼。啊，包包满了。爆满了，专家掉的比较多。我们一般的时候打才20多个几个，现在居然出现60多个。啵啵，也想打我，剩下最后一个召唤的，那个其实我已经打过一点了，还没完全打死，那时候死掉了。血掉了，所以没有完全打死。我回来复仇了，召唤柱。
召唤柱，我回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噔噔噔！哎呀，噔噔噔！走开，走开！他的屏障还很厚哎、欸，我的妈呀！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打多少就死了。也是啊，那时候我是召唤师。天哪！我以前玩都是玩攻击手的啊，我不知道防御的要怎么配啊。我不知道防御的要怎么配呀、啊。虽然我记得我好像有一只是玩坦的。哦。走开。刺心，啊、哦！这屏障怎么还这么厚啊？噔噔噔噔噔噔噔！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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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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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啊！我用脸去撞啊！我用脸去撞啊！走开走开走开！我记得专家模式的那个屏障好像也是要求的怪物数量好像也比较多。天哪！印象中好像是这样的。走开！400滴，可以，啊，400滴，啊，400滴，自信，走开。走开！嗯，啊，剩300滴，等一下，你要爆了没呀？你快点爆好不好？我记得召唤柱以前是最好打的啊，怎么现在觉得好难打哦？傻眼！有，爆了！哎、欸，我忘了招这个啥耶！走开！哎、欸，等一下，我包满了。啊，结束，回家。嗯，召唤两只龙。赶快！啊、巫师姐姐，我的生命就交给你了，我的生命就在你们的手中了，姐姐，巫师姐姐，泡个蜂蜜。巫师姐姐，拜托你不要死了，你死了我就真的尴尬了。
头痛。哦，护士回血的那个速度我看到了，他有几率会死，但是也有几率不会死。可是我钱够吗？我记得我刚刚我的钱有一点点花了，有点点太凶了。我现在变得担心我钱不够花了。补个血白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再补一次。再补一次，不好意思。那个有点痛啊！不愧是专家，不愧是专家！天哪，天哪，天哪！我要很注意我的血量。补血。补血。补血大法，补血，啊，补血补血补血，为什么我的那个召唤柱没了？两只眼睛出来了，剩下那个脑部的而已。先补血，啊不！护士为什么走掉了？护士为什么走掉了？失败了，失败了，失败了！我们失败了，傻眼！护士为什么走掉了？这点，我们的钱剩27金。没关系，我还有可以召唤的。来，大哥，我们再挑战一次，再挑战一次。看我的法师，那个灵魂有点少，堆叠。哎，我还可以再召唤哦，没关系，我们先用一个就好。不过在那之前，我要先去上厕所。不行，不管，我今天一定要扣完这个庄稼。好了，回来了。然后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先吃个这些东西呢？再打。好，没关系，再挑战一次。不，召唤，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不要再震啦，我的药水效果快没啦。哦，对，这个铺一下。关个门。好，我准备好了，来吧。变成没有这么痛的，还是很痛，还是很痛，对不起，还是很痛，不好意思，还是很痛。那这样的话，我应该先处理一下其他的。什么？在打月族的时候，你就这样倒打了，傻眼。大姐，大姐，不要一直走来走去。哎、欸，我妹招龙，大姐不要走来走去。您这样我很尴尬，来打我。再补，我有27斤，27斤跟你打。多半调血，多半调血，多半调血，很痛很痛。很痛很痛，很痛很痛。很痛很痛，大姐大姐，对不起，我还是站在上面好了。补血补血补血，不行不行不行，我的抗性药水快没了，我快先吃一下，不行。先召唤一下，补血。啊，护士快死掉了，我先走。护士不能死，补血。补血。补血，还有一万滴，还有一万滴，补血，不，护士死掉了 ，yes， 我赢了，护士用他的命帮了我，帮我过了度过了一劫，护士用他的命帮我度过了一劫啊，我活啦，我活啦，安活下来啦。耶、yeah, ！我们过关了，我们终于过关了。然后为什么又是这一把？我回来啦！我活啦！耶、yeah, ！我们正式通关了，专家，
子啊，给自己拍拍手。虽然我是用护士的命来换的，用护士的命换来了我的胜利，非常的棒，谢谢大家。那稍微有一个私心，就是我想给大家，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这是最后一集了，对，这是最后一集了。然后我这次我要用我自己原本的角色，因为已经破关了，破关了我就用回我自己的角色了。那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两件事情，一个是我刚刚的博物馆，刚刚我没有给大家看得很清楚吧？然后这个是传送法杖，传送法杖就是它可以传送，但是你不能够一直传送，你会损血。对，那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博物馆，我这只是法师。基本上每一种方块都有了，除了血败的方块，那个太恶心了，所以我不想做。然后在楼上也有这个种植地，这边就是物品的那个博物馆，对，还可以看到我基本上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收集完了，但是还是有还没收集完的。基本上而已，只有基本上。这好像动物那些啊，我也是差不多收集完了。然后可能是有点太多东西的时候有点卡。然后这也是有武器的博物馆。耶、yeah, ！然后最后第二样东西，我要给大家看的第二样东西就是隐藏 boss。刚那时候我没有打，可是实际上还有一个隐藏 boss 在。隐藏 boss 啊，有了这个松露虫，然后我们走。这个松露虫呢是在蘑菇地才会看得到的一个东西，松露虫团血。喂，松露虫呢？我有带吗？哦，有啦，在这里。松露虫是在蘑菇地形才会看到的一个 特殊生物。然后松露虫呢，如果你用钓竿去海边钓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只特殊的 boss。对，可以看到一只特殊的 boss。我们现在过去丛林那边给大家看一看吧。过去丛林。啊，到达海边。哎，对，这个我记得我好像有跟各位提过，有一个陨石就是完全落在海边的，就是这里的这一个。好，我们钓鱼。啊，钓到了。不好意思，我还没准备好，还没准备好啦，还没准备好啦，大哥还没准备好啦，你看结束了，呀哈哈哈。刚刚那个就是所谓的隐藏 boss， 隐藏 boss 的话其实。算好打也不算好打，他打得蛮痛的。刚刚应该有人看到我被扒了几下就受很多血吧。就是我防御也不算非常低，算低，但是没有非常低的程度啦。对，可是刚刚我这样被打的时候也是很痛，也是会很觉得很痛。那基本上提拉尼亚就到今天为止啦。那个双月的部分不好意思，那个太难打了，而且我觉得我一个人打不过，所以就算了。如果以后有机会和朋友一起玩的话，我会录个影，然后给大家看看双月是长什么样子的。那下一次会开始玩什么我还不是，应该说是明天开始会玩什么游戏，我本身是还没有很确切的想要玩哪一个，所以这个的话就留到明天去让大家敬请期待吧。那大家拜拜，我们下次再见啦。如果你喜欢我的
我的直播的话，记得在上面点个红色的追随。如果你想要看我画图的话呢，记得去 YouTube 订阅我的频道镜子 Q， 麦克的名字镜子 Q， 跟这里的名字是一样的哦。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